OK， 就按这个走。好。袁导，怎么了？您看这个地方这样改行吗？这儿。你找主持人再核实一下啊！你问我，把上面这几个灯再试一下。OK。什么味儿？烧焦了。梁老师，有问题吗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听见了怎么？哪出问题？张总监，你来的正好。演播室因为电线短路着火，你作为负责人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。我那 OK， 我认为找负责人承担责任是应该的，但是问题是你把公司的这些老员工全部都裁掉了，没有人了解公司的线路，找的临时电工来，他不可能不犯错误，这是你的决策问题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整个公司的线路，你这是不合理的。就是想跟你说了。我这月工资全部扣掉。你俩这一唱一和的说上谎呢？长青，你这是在替你女朋友出头吗？是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的，希望你能够理解和配合。还有你，张小娜。人员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，出了问题你自己承担。谁是女朋友啊？你干什么？没有那么跟他说话呀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跟他说？人家现在更恨我了。怎么样？我是就事论事。那是不是因为他决策失误导致了今天的？就事论事就得那么说吗？那我应该怎么说？我不会搞人事那一套东西，女朋友怎么了？你以为上上下下公司都不知道吗？谁知道？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你小点声。我们是有感情的，我们的行为举止、眼神都是不一样的。小点声。别人只不过是不当着你的面说而已，别老是自欺欺人。哎，行了，我们不在公司说这个了。今天晚上回家，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你啊，你越幼稚。杨总啊，怎么了？防火嘛，新上的灭火器没人搬呢，只能我来了。要不您那个再行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裁员的事情我已经定了，他们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不是，那我咱丑话先说在前头啊，那如果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这小身板可顶不住啊。哎，不是杨总，我跟你说，财务部也没人了，要不你先把灭火器钱给报了吧。杨总，你不能这样啊。